吃饭啦。来了来了。哎，今天吃酸辣粉，吃吧。啥也没有，整点腊八蒜就行了。腊八蒜哪来行？这咸。你自己去拿去。哎，你去取去吧。来给你爸爸说，爸爸说，哎，啊，给你水。快吃，吃完我刷。哎，不用老公，你去歇会儿去看电视，我刷。我给你刷啊。嗯，我刷，你去吧。